现在我们到达了鱼塘边，收拾一下工具，等一下准备下网。然后在那下面，这条黑狗是鱼塘主养的。鱼都聚集在有活水的地方。这边的环境很好，空气特别的清晰，居住的人也不多。已经开始下网了，昨天就开始放水，所以现在不怎么深了，水浅的话比较好打鱼。Oh,
上市场去了。上市场去啊？这还正常。哎，那西子，我要回头。慢点，慢点。